新建一个花样，插入图形，现在所有文件，然后继续打这个，调整一下。我们看一下效果，增加一个增肌点，看一下效果。然后我们用直线选择点击右键，找那个线条，然后点击复制，粘贴，然后粘贴这里的，旋转一下。调整一下位置，然后我们再来布置粘贴，一下这个旋转，然后我们再来粘贴一下，移到这里来旋转，然后我们再来粘贴旋转。然后我们打一下中间这个，我们来调整一下它的刺绣顺序，点击右键，把它剪切、粘贴。再调整一下，剪切。粘贴，点击
右键直线选择，今天三天，再来选一下直线选择，今天三天，再来选一下。今天三天，继续走，然后来打这条枝干，这边就完成了，然后我们把它复制过来这边，我们用多边形选择抛弃了，哎，不用，我们把上面这个也打完，翻身过去，推车，然后我们打这一片，调整一下它的针剂角度，把起始点碰过来，看一下效果，再调整一下，复制一下，复制三天，先转。那我们继续再粘贴一个，先转，然后我们再打中间这条树枝，
中间这一个我们复制过来就可以了。复制，粘贴。再粘贴一个。调整一下，调整一下经济角度，现在一边已经打好了，然后我们把这一边复制到这一边，用多边形包起来。然后先点击复制，粘贴，然后点击变化镜像确定，然后呢在中间这边这里打一条直线，它就复制过来了，它这个位置好像有一点不吻合，我们来移动一下。中间两片，点击直线，先这样复制粘贴，先转角度，粘贴一个，它上面就来了。旋转角度，我来打中间这一个圆。调整一下，然后呢，打下面最后一片叶子，这一片也复制下来就 OK 了。右键点击直多边形选择，还有直线选择，点击右键。然后复制粘贴，把它弄到下面来，然后我们继续打第二个颜色。上面这一条平包针，
确定，会写点确定。嗯，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整个花样。嗯，然后我们把它移下来对比一下。大家看，这图片跟这花样都差不多，基本一样。大家看，这个达成的花样跟上面的图片基本都是一样。现在花样完成打好，然后我们可以点击文件并存为，我们这里可以保存 EMB 格式，或者是8.0的、7.2、7.1的都可以保存。然后我们现在这个软件是9.0的，所以我们点击这个花样设计文件，新点 EMB 这个保存后就是9.0的文件，我点击保存。嗯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关掉了。下一次我们要修改它，就直接打开了。看，打开了，我们也可以把它把，如果我们要拿到绣花这张绣，我们就直接把它保存成 DST 填导格式，这种 DST 填导格式，然后点击保存就可以了。